来，请中餐会、中餐会所有的会兄会嫂，我们现在要现场敬酒，请到中央走道集合。 他专业的就是古典吉他，把古典吉他呢融入了流行歌曲，真的是听起来呢，觉得特别的韵味，更是在不一样。 谢谢我们这个老师的修风度领先，来，老师修。